OK， 这个是 pastel green， 还有就是黄色 ，OK， 还有就是黄 ，OK， 啊，款式 HTD 53，这块的款式先呢。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完的 ，OK。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干，然后肩膀这边是这样子有桌折的款式啊，后面呢就是这样子破线一样是这样子有桌折，袖子这边它就是这样，不要怕旁边痛太大之类是不会啊，是刚刚好的。然后一样到旁边是这样子有弧度的，所以整体换起来啊，它这边旁边它是这样子有款式的 ，OK。我基本是很喜欢这一件上衣，完全不需要单衣也没有问题。上衣可以到112啊，上围可以到112 ，OK。所以说 XL 的顾客是穿得到哈、啊、这个款式。刚才我是称了牛仔裤，哎，所以刚才我是称了那个牛仔半裙，你称这样子的牛仔裤一样是衬搭得到的就对了 ，OK。基本上纽扣你开多两粒一样是没有问，开多两粒。我觉得开多一粒啊，开多一粒会比较好。如果你不想扣完的话，你开一粒这样子是 OK 的。我身上啊，这个是 brush pink 啊，这一件我身上穿的是 brush pink， 刚才是衬牛仔胖裙，现在是衬牛仔裤，一样是搭的到。然后我去换选 pink 它的给你们看，哎，你不要拿我的，里面有，哎，所以你的黄色没有，你换青色，青色有。来，我就换选配卡了，这次选配卡了，我就衬回一个西装裤给你们看啊。这一件啊，上围是可以到112啊，所以说其实是说，可能一些 XXL 的顾客都可以啊，给他穿上去啊。这么巧，你上围是我们提供的尺寸，有预留空间了的，是不会勒，也不会压胸啊。来，穿在我身上没有拉伸之下，它是有这么多的空间，看到吗？可以是有这么多的空间的，所以说。上围一二都穿得到 ，OK。我身上这个是青色啊，款式方面是纯新的 ，OK。面料方面是没有弹力 ，OK。然后就是说，它这个尤其是如果是说你搭牛仔的话，你选择不搭衣非常好看，比较属于那种慵懒风，比较哎，就是慵懒风或者是那种贴身的都搭得到。因为我就懒得去换上半身，我就这样子搭还是可以的，就属于稍微的一点比较休闲慵懒风的配搭。所以说上衣。再来打扣卡乐就好了，嘿，没有拉伸，看到一下腰上围都有很多的空间哈、啊。虽然就是多空间，可是因为它会跟着我们的身体曲线垂下去，穿起来不会觉得哎呀，这主播穿的很大件，还是助理穿很小件是不会啊。所以说这款式一样哈、啊，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带走，几个是我们是第一次带进来款式是纯新的哈。来，我换了这个 champagne 卡乐，刚才我是搭牛仔 ，OK。如果你上班的话，衬围这样子西装裤一样是衬搭得到的 ，OK。我身上这个是香槟色。它是属于一个浅浅的香槟色，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哦。为什么现在这一种上衣呢？很多顾客很喜欢，是因为比较少会有这样子 collar 的款式，这样子有 collar 的，你上班穿肯定没有问题。然后你休闲的话，你衬牛仔不搭衣的话非常好看。OK， 香槟色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搭衣。刚才衬牛仔我是没有搭衣的，现在我衬了这个西装裤。我是这样子打印进去，所以说主播身上这个色来讲，它是属于最浅最柔的颜色，对的 ，OK， 香槟色，浅柔的颜色带着主播身上这个哈。来，我再把上衣拉出来给你们看啊，上衣整体拉出来的话，长度是这样子的，它会有那个曲线，是因为、啊、它有一个这样子 V 这样子的款式啊，它因为它袖子属于一个蝴蝶袖的裁剪，然后现在讲的它这边肩膀，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在它肩膀这一边这一些桌子 ，OK。肩膀这边桌折的款式，后面一样是这样子有桌折的款式，就算你不搭，整体它穿起来还是有那个款式在那边，因为它旁边是这样子有弧度的。OK， 这个是香槟色，我先换拍照片给你们看先。啊 ，Misha， 你的是粉色流了。
Jenny， 你的半裙牛仔裙你要黑色 XL， OK OK， 一下啊，黑色 XL， 好的，黑色 XL 留给你了，只要黑色 XL 半裙应该是最后一件哈， OK， 黑色 XL 还有最后一件，所以说牛仔半裙你要确保拿到的话，不要 inbox 啊，直播下单，因为有些数量就是一到两件而已哈。所以之前有买了我们白色的裤子啊，你趁这件青色的上衣非常好看的、啊。因为白色的裤子，其实讲真的，如果你讲你要搭的比较时尚、比较 outstanding 的啊，你搭白色是非常好看的。OK， 青色直接没有搭 A 啦，衬为西装裤一样是衬搭得到。我那些想要找这样子衬衫版的 ，OK， 比较 trendy、比较时髦的这一件，强力推荐你带走。OK， 我身上换了这个 pastel green， 整排纽扣是开的啊，面料是属于比较薄，可是它薄的来，它不会透的那一种啊。OK， 一样是属于一个透气的面料。OK， 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啊，纽扣呢比较少有的款式。OK， 应该这么说了 ，Among 四个色里面看去比较深的颜色会是我身上这个 pastel green。free size 下单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，不要打 size 啊，而且下单这个打扣它的价格不要打 size 啊。OK， among 四个色里面比较显瘦的颜色会是这个 pastel green， 整体它穿起来就是比起那另外三个色它会比较暗一点点，可是一样它会有那个显白的效果。OK， 然后换黄色，你们看四个色里面比较 bright 的颜色会是黄色。你这边半裙是深蓝色 L 流的，这是 HTD 五十三 ，OK，HTD 五十三。陪你上衣青色流了。那四个色里面比较 bright 的颜色会是我身上这个黄蓝 ，OK。黄色 HTD 五十三，价钱是多少？忘记了，62啊。OK， 要出彩的颜色啊，这个款式要比较亮的颜色，就是主播身上这个黄色。它亮的来，它不像的荧光啊，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柔，它只是说比较出彩啊。这一个衬衫版这一期啊，学校找这样子比较有曲线的、比较有款式的是这一个款。OK， 全新的款式，黄色 pastel green champagne。再来就是这个 brush pink， 只要穿的比较韩系日系的，带走这个 champagne 吧。OK， champagne， 我们穿起来比较女人味的话，带走这一个 brush pink， 衬牛仔也非常好看。另外一个相比起来，四个色里面比较深的颜色会是这个青色，所以想要穿的比较显瘦的，带走青色，最 bright 的颜色 outstanding 的就有这个黄色。HTD 五十三，价钱只是62而已。OK。free size， OK， 基本上我们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，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，下一个款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上衣啊。我们休息五分钟再回来啊，九点半啊，九点半我们再回来，休息五分钟，九点半我们再倒回来 ，OK。